Hello，大家好，我是小卓。看看大坤有没有在研究这车。大家好，我是大坤。嗯。大家请看啊，这个车我们，是咱自己那台5米99的车嘛，作为咱们这空降达的样车，是不是？嗯。车侧面拉花，昨天晚上加班3个小时，贴出来了，嗯。然后在这纠结一上午了。感觉好像跟想象的不太一样。对，这个设计呢是，因为大坤原来也是学设计的嘛。然后咱自己设计了一部分，然后又找这个专业人士给这个完善了一部分，嗯综合一下设计出来了，花钱了，花嗯钱设计，然后制作呢，又花钱了，然后昨天晚上施工呢又花钱了，里里外外这点玩意儿你得花了2000多了，嗯，但是感觉贴出来的效果呢不是特别好，对，不是很满意。大家从镜头里看可能感觉还行，但实嗯，际肉眼细节一看就不行了，它这个膜没有没成，有张力。看。这个就我们这细节控吧，这东西就很难受，嗯，纠结来纠结去呢，正好赶上午休，完了我说跟小张说，咱记录一下，既然已经贴了就记录一下，是不是？然后咱们决定把它撕下去，嗯，嗯，然后通过视频，大家看看我们这东西是留着对还是不留着对，反正已经准备要撕了，我刚在那试了一下，撕看还可以，挺好撕，好撕啊！对，看，哦，那还行，应该是昨天晚上贴的吗？贴的是相当费事啊。嗯，贴的时候是相当费事，撕可好撕的，你看看。撕吗？撕吧，这面积也忒大了，有点。没拍个照片留个纪念哈。嗯，先也就拍一粘下，上了。我先拍一下，留个纪念，我接着撕啊。那你先把这绺子粘上啊。你不把这绺子粘上，你能看出你那个照片的效果吗？等会儿其实，在视频里看还真多吗？的。你等会儿我给你并上。行了，照吧。你别说呀，在视频里看着真挺好。你看，从这个角度，我这相机的角度，也这么丑，还挺好看真挺好看。的。嗯，但是他妈细节不行啊！不能细看，撕了，撕吧，太纠结了，撕吧。太纠结了。哎呦天哪！你说撕了吧，还有点心疼；你不撕吧，还有点受不不了。撕还达不到咱这个要求。对，撕还有点可惜。你说这一天。这个玩意儿从设计到施工，钱是一方面儿，再一个这个投入的心血，这是好长时间投入了好多心血。对呀、啊，又研究又什么色儿，又哪个对，放反哪复的儿。设计。我找设计师还找了好几遍。反复的设计。嗯，撕了，已经到这样了，撕只吧，能撕只了。能撕了，都这样了。来吧，我从我这头就开始撕呢。我这咋还起不了头了呢？这块。啊？哎呀妈，这不能把那黑的带下来吧？不能，有可能。还行，我这是没带，这里的水还没干呢，哈，刚才冒个泡来着。对，别跟他撕，这样咱就不好撕了。嗯，你那块都不太好撕了吧？我这大面积都不好。这块没事吧？我觉得这块应该可以，你可以留吧。黑的先留着，完了先撕一点再黑。要是哎，它给，这个水密封在这里面，怎么能干呢？它也不透空气，水，它证明它是透空正气。常是给刮出去，但那窝那块不是那个刮不出去吗？真不容易啊，朋友们，追求完美啊，然后这个费财费力啊，可不关键是呗。是浪费咱们的这个精力不说，浪费咱们的这个感情。还浪费钱，你别一下闪着，闪着我还得上医院再看一看去。那更浪我费发现钱。每期视频都有朋友说大腿眼睛受伤了。有挺多朋友都不知道。大家想知道大腿眼睛咋回事吗？上翻一期视频，我就不重复说了，因为大家该烦了。这对，小子这眼七睛，期视频你说看这呀，眼睛磨叽磨叽干啥？是不是？嗯，哎呀，干啥呀？使劲利用你的体重把它蹬下去，太瞎了，心疼了。太瞎了，光做这玩意儿还花不少钱，心疼啊，心在滴血。这得我得坐多少趟公交车才能省出来？你钱是挣出来的，不是省的，你说吗？是倒是，现在挣钱多费劲呢。这有有味儿没有味儿吗？无所谓，都在外面是不是？对呀，那倒是，那还是有点味儿的。那撕它就对了，环保级别也没达到咱的要求，那又不在那个车里头。污染大气又不行。
就这么撕下去了。切了3个小时才能完下班，切到快12点。切的我是又饿又困呢，整的我昨天晚上我没吃上饭。不是你贴的，你跟朋友们说明白吗？是对，不专是业我贴的，是专业人士贴的。你就是肯定有朋友说了，你们找专业人贴呀、啊，是不是？嗯，这就是专业人来就贴是特意找专业人士来贴的呀。然后我在这看着，我看看哪贴的这歪歪正正啥的。哎，这里都没擦干净。嗯，没擦干净就给贴上了。行啊，这个。怎么说呢？下回还是我贴吧。真不敢贴，就是不去，心不得不来。哎，感觉这露出白颜色车漆之后，瞬间变漂这亮么了，敞亮而呢？且这个玻璃变成黑色了，发没发现？嗯，这对，这也是贴的那个啥，不是玻璃，还是铁。哟，哎呀，手指头竟然好疼！那里面贴完保温纸巾了，你再使劲敲。哎呦，哎呦，我的手指节。哎嘿，这贴着费劲，到时候那个咱这期视频的封面镜头就用我那个，行，或者是用那个整个那也行。行，贴了3、4个小时，接10分钟接去了，用了10分钟吗？用不了，5分钟可能。这不是掉漆了吗？没准他们给你刮掉那不是漆。胶？不能，人家专业贴车衣的，怎么还能给你整掉漆呢？怀疑嘛，抱持着一个怀疑的心态。你看，你确实也认真了，这边都窝过来了。嗯，要我都不带往里窝的。哎呀呀，你就不能关着门撕吗？别把里面的灰都露出来，都展现在镜头里了。哎，还是撕这玩意儿解压呀，真解压呀，真解压。还行，嗯，还行，烧火吧，一会儿引火也挺好使，这玩意儿，呲溜一下子。我觉得就贴个小小的点缀一下，我感觉就行，一小点儿一小点儿的，咔一个圆的啥，不用整这么大面积。你说人这前面贴的还怪好看的，尤其是这块儿，好好看也没要什么。留一块儿。啊，就留这一块啊，留这2块。死了！您贴的还挺费劲呢。是那仨人吧，这活他们不愿意干。哎呀妈呀，磨叽了我3个小时。哟，这是咋的？啊，这是原厂那个有个贴。贴，啊，这是那个原厂的有一个出厂的那个二维码。你以为撕掉漆了呢？他的质量太次，现在就剩加油盖了。这面是油，是不是？加油口，加油和尿素。慢点，别把那门蹬下来。离近点镜头。姐干啥呀？还有一块呢。最后一块，行，完事儿，这窗口这还行，挺好看的。还它一个本来的面目。这块有点多肉，是不是？有点多肉。最后一会儿咱自己嘎一下吧，因为它贴这个玻璃的时候，因为是这个胶是压住的，所以这块的细节处理也不太好。这个正常本来是盲窗板嘛，然后咱把这个中间铁皮的位置也贴成这个改色的这个车模了，黑色的。就是正常是玻璃的位置，咱对都对给对，贴现在上就黑看起来就像玻璃，实际不是玻璃。对。然后盖开窗的位置开窗了，这边挺好。先暂时这样吧，行，行不行？可以。完了后期往上贴什么东西，再研究吧。再点缀吧。好吧。行。朋友们有没有什么想法，就是好看一点的，给我们推荐推荐，或者有没有会设计的，给我们设计设计什么昆装拿房车啦啥的，行不行？咱们评论区见分晓吧。哈哈哈！拜拜。拜拜，朋友们，下期见，看我们还会出啥岔头。